今天我要分享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个上篮脚步，就是垫步上篮。垫步上篮跟一般上篮的不同，就是它最后会是用两脚起跳。垫步上篮可以让你的身体重心比较不容易被破坏。垫步上篮的时候，也可以进攻者自己创造碰撞。上篮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在垫步的同时改变你的方向。垫步上篮它有一个很大的好处，就是可以直接接传球或是假动作。比较不适合这个双脚垫步的球员，就是可能身高比较矮的球员，或是不喜欢有身体接触的球员。如果有任何对双脚垫步的问题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好，结束吗？没事，就这样。耶，拜拜。Petrov driving and laying it up and in right around.